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借火》，表演者尚小菊、孙子昭。愣来自个差不多正合适，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是孙老师的鲜花。哎呦呵，谢谢。孙老师摆在那儿，一会儿他就拿回家。哎，好。这个数来宝是我们这个非常吃功夫的这么一个作品。那是我们打小都得练这个数来宝，这算基本功啊。这个乐器也比较昂贵，嗯，在100-200左右。对，这是贵吗？这是啊，淘宝上都就是这个。太便宜了，特别好，特别卖力气。嗯，尤其这个唱，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喜欢听唱。对，因为容易感染大伙。没错，您看现在我们德云社当红的这些演员都喜欢唱。他们都能唱啊，都唱得也好。你看现在火的这些个演员，嗯，我发现一个，这个就是我自己研究了啊，他们第三个字啊，怎么呢，都是二声。都是二声、所有火的就是最后一个字都是二声，是这样吗？岳云鹏。哦，鹏，鹏是二声。二声，对吧？对。张云雷，二声。二声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啊，孟鹤堂，啊，也是二声啊。嗯，周九良，全二声啊。郭德纲，你等你，啊，玉田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都是二声。好嘛，您愣来了您啊？郭德纲，这“纲”字怎么写？你告诉我，就是钢铁失重嘛，连成那个。行行行，什么也没有。郭德纲人医生的啊，都医生，对，都唱得好。那倒是，唱得好，长得也好。对，你像这个张云雷，哎呀，人唱得好，嗯，长得也好，帅，是不是长得也帅气？那肯定，对吧？嗯，孟鹤堂，哦，唱得好，长得也帅气，好看，对不对？秦霄贤，哎呦，唱得好，长得也帅气，都是帅哥啊。郭德纲，郭老师，哎，唱得好，嗯。唱得好，你知道吧？就光唱得好啊！人郭德纲不光唱得好，对啊，郭老师长得啊，他长得，嗯，删了啊，嗯，删了呀，长得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也帅，这是唱得好，嗯，长得也是特别好。那肯定，我们作为演员，我们喜欢唱。哦，站在舞台上唱，我们到不同的地方进行不同的唱。是，比如说有首歌大家耳熟能详，什么歌曲、啊？唱出来大家都特别的熟悉，嗯，叫《成都》。哎呦，尤其副歌那一句，我们演员走到哪儿都会唱这一句啊。那一句我唱一个好吗？好的。哎，谁问你了？就是自己回答嘛，自己回答。嗯，唱一下。来来来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啊呜啊。嗯，就一句。对，哈，就一句。我们为什么唱这一句呢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演出进行不同的改编啊。是吗？比如说我们到成都演出，哦，我们就唱这个成都。那肯定啊。我们到了贵宝地，到这儿了，长春，嗯，我们就不能唱成都了啊。改了吗？怎么改呢？改成长春。哦，就这么唱了。您再唱唱。我在长春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呜哇。改成了长春。哦，到哪儿唱哪儿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。哎，那要到了那个哈尔滨呢？哈尔滨，哈尔滨，对，哈尔滨改嘛，就是三个字儿啊。对，哈尔滨我们也有剧场，嗯，到那儿我们就改哈尔滨，也得唱节奏了。哎，我听听，多了一个字就节奏了。哎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呜哇，嘿。好，真有能耐啊。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到了这个乌鲁木齐呢，就到那边去了。乌鲁木齐也要改，乌鲁木齐就四个字。对，就节奏。嗯啊，我们的节奏感特别强。哎，我听听，乌鲁木齐就是节奏。乌鲁木齐，来来来来，一定要去吗？嗯，一定要唱哦。来，乌鲁木齐就是节奏了，哎，难不到我们演员嘛，嗯，随机应变。来，乌鲁木齐啊。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哇呜哇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乌鲁木齐。哎，我们要到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呢。来，再见。哎，回来，回来。动不动有这能唱？布宜诺斯太长了，你来呀！布宜诺斯太长了，你知道？你不有布宜诺斯爱丽丝？哎，七个字儿，来，七个字儿就要节奏了。嗯，节奏布宜诺斯爱丽丝啊！我听听，我在布宜诺斯，好，我在布宜诺斯，哎，和
一般那个地方我们不去，对哈，不去，你知道？憋了半天，他来也不去。布诺斯艾利斯，你去那干嘛去？演出去了吗？这不是？那别瞎跑了，不要瞎跑。站在舞台上，我们喜欢听唱。哦啊，唱来说，观众也喜欢，我们也站在舞台上爱展示。对，你把我身边这个演员，我他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演员。我怎么还不错了呢？他唱啊，比我们这些啊都优秀一些。嗨，他专业上过这个音乐学院。哎，确实上过。哪个地方？西安音乐学院。哎，西安音乐学院。在那念过。啊，主修的就是这个河道清理。对，所以他在唱歌这方面。这都是人话吗？这都是主修的是什么？主修声乐呢？声乐，对，最擅长那个 B-box。哦，他这一打出来特别特别的酷 ，B-box 是就是练过练过。他老是捧我，啊、这 B-box 我不会，他不会就算。我不会，把脸捡起来，把脸捡起来。你不会，你这么好，跟大伙安啊 ，B-box， 哎，乖的，嗯，咱们玩什么呢？玩什么呢？咱们就玩口技，口技。刚才那侯小楼也表演了一下，他表演是什么？学个狗叫啊，什么猫叫，什么、黄牛叫啊，这要票吗？要票吗？就这个吗？对，这刚才人来一回了，这是。啊，你也是这个吗？咱不行，咱不一样。哦，口技，口技，百鸟朝凤。哦，这厉害了啊！这厉害，用枣，用枣干嘛？用枣干嘛？用嘴，用嘴，用枣。啊！别别别，对吧？你可以打我，好吧？哎、好，就是打我嘴。用枣，用嘴，用嘴，到底是什么？用嘴哦，用嘴，用嘴，去说枣，出枣的鹰，哦不对，学习各种鸟的叫声。用嘴模仿啊，某种上百种鸟的叫声。呵，啊，你听一听、啊。来来，用嘴啊。啊，别保持这口技了。呵，不是不是，你们干嘛挡脸啊？哦，要脸，这个环节要脸，指不定好不好呢。不不不不。啊，布谷鸟的声音吗？这哦，能听出来。耶耶耶，这算一种。嗯。这是全部。嗯，全部。您到底哈。布谷布谷。布谷，布谷布谷，布谷布谷，别叫了嘿，嘎嘎嘎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脸吗你、啊？我说他挡着脸呢，什么呀你？这样这样啊，咱们唱一个这个小曲儿、啊，你拿 B-box 来一下，咱们唱一个《点在风中休香菜》。嘿，这好啊，那、啊、行吗？来来来，你拿这 B-box， 咱们看能不能两个人能不能配合到一块去？咱合作一回。你是先。B-box 呢？还是我先唱呢？那我先来吧，来。点儿在房中绣香袋，绣出了西厢各色人儿来。这一边绣的是崔小姐呀，那一边绣的是张秀才呀。豆豆起豆起豆，张秀才来你好歹，为何不挑粉皮钱儿来抢？有高来楼有大呀，今儿把大门大敞开呀！谢谢。还真是，这就算不错，真是能配合到一块儿。你瞧，嗨，你这咱们的工作，我们就是让各位开心。那肯定，开开心心的啊，晚上回家哎，开心一天，舒舒服服。明天想起来哪个环节让您再开心一天，多好，让您每天有一个愉悦的心情。嗯，其实来说，我们这后台也是欢乐极了啊，但是也有每天就是。胆小如鼠的那种哦，胆子小的那有，胆小的也有，那肯定就是开心程度就差劲啊。那个刘晓婷哦，二哥，二哥胆就小哦，是吗？他不敢自己住，哎呦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胆小哦，就是胆小哦，胆小怕黑，他怕黑哦，他怕黑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晚上睡觉必须开灯，是 啊必须开灯。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不睡，拿那探照灯，哎好。就必须给他照着，这玩意儿睡得着吗？这个他特别怕黑哦，但来说啊，老是跟他讲。老师给他讲点这个稀奇八怪的故事，哟，更怕了。好，讲什么故事了？但来说，有时候没事爱逗他玩，讲点鬼故事给他听的。哇，其实这都是假的。嗯，人吓人嘛、嗯，我们互相闹着玩，调侃他。对，你要来说，老师，我们听说谁见过呢？嗯，谁也没见过这种东西。那都没见过。你像有的时候，我也是听说啊，有那个夜班的公交车。公交车。就有的时候，这司机，夜班公交车的司机一般，胆儿都大。哦，是啊，然后在北京有一个七八路，嗯，那个夜班公交车，嗯，晚上10点开始开，
一直到凌晨6点多钟，对，就是负责这些上夜班的被人家送回家。嗯，其实啊晚上根本没有什么这个乘客，哦，偶尔有这么一个俩的，那也得有啊，就很正常。嗯，这位就是夜班司机，晚上开这个公交车啊，正常行驶，站台几乎没人，哦，可能都不用停，这一班很快就过去了，没人就走了，哎，正常开，开着开着发现了，前面那站有一人，哦，有了，白衣的女人，哎呀，一身白，那头发那齐头帘儿，哎，到脚面了。这也太长了吧，这是头发长，好家伙，多瘆得慌呀，在这低着头等这公交车，还低着头，当时这公交车司机一眼就看上了，啊，也吓坏了，是啊，心想这是人吗？哎，有一主意，什么办法？我不停，嗯，假装没看见，是啊，我一脚油门蹭我就过去了，哇，但后来不行，自己的职业是拉人回家，你干的是这活儿，你不停回头，真是人让你投诉了怎么办呢？对呀，鼓足了勇气，到站以后把这刹车踩好，这位真往车上走，上车以后刷卡，这声音都瘆得慌，时间比较长，哎呀，学生卡，嗯嗯，这还是个学生卡，学生卡。这位你说但凡上来你们俩要真害怕，尤其司机你要真害怕，嗯，问一句您好，对，请问您哪站下呀，聊聊，但凡回你了这不就踏实了吗？是，司机可能害怕有点过头了没敢说话，这位呢可能是社恐也没跟他说话，上去以后直接奔最后一排坐下了，坐最后一排，坐最后一排，哎呦，司机呢就关着门让他走吧，走吧，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但人都有这个好奇心啊，嗯，这公交车司机也有，心说这位到底坐在哪儿了呢？哦，通过这个后视镜，看一眼，我想看看。但凡他在后头正常坐着或者玩手机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对，你说看你就大大方方看，嗯，一点一点的挪头看这个后视镜，我偷偷摸摸的看。我走，别话，不走，怎么了？这是一踩刹车啊，后面这人没了，不见了，没了，那不害怕吗？把车停好了，站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嗯，看后面那个坐着呢，坐着，嗯，他坐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没事哦，可能是什么啊？晚了，呵，出现幻觉了，也太累了。接着开，接着开，踏实多了，接着开，接着开，看的没一会儿花了，嗯，好奇心又上来了，是，就说刚才我怎么就没看见？对呀，我再看一次，嘿，这要是在呢，我就心里踏实了。嗯，哎，你偷偷摸又偷偷摸摸，嗯，看这后视镜，哎呀，一脚又踩下去了，好，因为这人在后视镜又没了，嗯，站起来把这车停好了，一看回头在呢，还是坐着，哎呦，好，坐的好着呢，这位，行行行，这回算踏实了，是吗？接着往前开车，开着本来不想着看的，但这好奇心又上来了，怎么老有好奇心？我再看这最后一次，嗯，确定他在后头，我就踏实了，嗯，绝对不会回头再看了。好，通过这后视镜一看，啊，哎呦，又一踩刹车，哇，这位。又没了，还不在、啊、哎，回头一看还在呢，啊，这回彻底踏实了，好，好好开车，正常开吧，正想着好好开车，嗯，突然从后头啊有脚步声响，哦，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个公交车司机，这司机哆哆哆哆都吓坏了，好啊，好家伙，这个脚步声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嗯，这司机一回头，就这位乘客满脸鲜血。哎呀，张嘴就说话了啊！干嘛呀？啊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怎么？我一进车道你就踩刹车，你干嘛呀？嗨，都给我撞成什么样了？都给我！哎呦，这位呀，这啊，哎，你报复我呢？你报复我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说这跟谁有关系？跟俩人都有关系。对，但凡说句话至于吗？聊会儿天多好啊！人吓人，就是。现在没有了，到哪都是灯火通明。嗯，你像我还听说过这个，有一个上吊的，上吊的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吧，上吊就是。自杀了，这就不用学了啊！掉这树上以后，啊、这位掉的这个时间呢，嗯、就不是现在，过去、啊、老早就听着老人讲的。嗯，掉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个晚上5点多钟，这不算晚呢。他这时间就很尴尬，怎么尴尬呢？人正常上班啊，包括那验尸官呐，嗯，人这点都下班了，现在不可能为你单独加班再过来验你这尸体了。哎呦，啊，那没办法了，就在这个在这儿上吊，这吊一宿。啊，第二天人上班的时候，
再来看看具体是怎么情况，啊，怎么没的，怎么去世的，啊，这遗体就在这儿待着，待着，白天行，嗯，一帮人说说闹闹的，就给这看这个遗体了，好，晚上不行，晚上怎么不行？晚上得找人看着，为什么呢？看着这个去世的人，哦，你要不看着，万一有那个小猫小狗给抓了，呵，增加人第二天，嗯，验尸的难度，哦，这倒是，啊，嗯。话说啊，有一个晚上专门看着这尸体的，嗯，这位叫什么呢？叫赵，哦，叫赵大胆儿，赵大胆儿，胆儿特别的大，是啊，谁有这种胆小的事情啊？你要害怕，他从来不害怕，哦，他就被通知，嗯，晚上负责看着这个上吊的人，就接这活了呗。啊，他去之前准备的特别的充分，准备什么了？先到这熟食店，嗯，买二斤酱牛肉，再打一斤烧酒，嗯，再去这个杂货店买一个鞭杆的香，不是要这香干嘛呀？这就熏这位去世的这个异味哦。鞭杆的香大概有这么老长，挺老粗的，跟这个大拇哥这么粗似的，嗯。然后底下穿了一个木头底儿的拖鞋，干嘛这么穿呀？这因为他晚上在那儿守一宿啊，嗯，你要穿个布鞋，嗯，露水打湿了不好干，也难受。穿一个木头的呢，但凡湿了拿抹布一擦，嗯，就干干净净，哎，合情合理，不影响这个舒适度。对，白天行都看着呢，嗯，到了这晚上七八点钟，这赵大胆就到这个上吊的这位了，这几位一看你来了开心坏了，嗯，你可来了，我们这哥几个都吓坏了，都紧张，嗯，行，您受累吧，嗯，您看这位上吊了我们就走了。说完话这几位走了。赵大胆这种事他老干，嗯，习以为常了。你瞧，这张嘴还跟这位上吊的还聊天呢。怎么聊？我去，舌头够长的，你说。哎，好啊，真敢看。表示舌头大了劲儿。哎呀，舌头够长的。行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你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自己。今天晚上我守你一宿，啊，第二天人上班了，看看你是什么原因，啊，人好做定论。嗯。今天晚上咱都老老实实的，你不要乱跑。废话啊，不要乱跑，有事你跟我说一声，嗯，咱们一起解决。能说得了话吗？这位啊，拿一个鞭杆子香点着了，帮忙熏这尸体这异味。嗯啊，他这不知道搁哪儿啊。嗯，这人去世了，这身体就硬了。哦，硬了他就插这手指头缝里，一刮风还晃。怎么晃？这是夹着这个香。哎呀哈，这多瘆得慌啊！这甭学的，这你现在学不瘆得慌。嗯，聊完了以后，行了，你吊着吧。这好啊，嗯，我差不多也该休息了。嗯，他把这肉，把这酒一喝，嗯，倒头就睡。哎呦，本来是没有什么事儿吧？嗯，倒霉催的。怎么了？有一位走夜道。哦，走夜道这位啊，他应该走宫背儿。但是他选择走这个弓弦儿，不是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走弓弦儿啊，超近哦，但是是这种乡间的小路。明白了，这个人胆子很大啊，嗯，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，嗯，但是他自己走也有点寂寞，那是，就想抽一颗烟，那正常啊，缓解一下，嗯，从这兜里一摸，嘿，还真摸出烟来了，嗯，从这兜里再一摸呢，坏了，怎么了？没摸出火来哟。抽烟的人都知道啊，嗯，你要说有火没烟他放弃了，对，因为不能抽火。哎，废话，有抽火的吗？抽火烫嘴。哎，是是是，嗯，但有烟没火，嗯，抓心的难受，多别扭，啊，心想这怎么整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我找地儿借个火去吧，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吗？对，但是一想这荒郊野岭哪有啊，嗯，抱着一线希望左右看了看，找找还真看见了。哦，有人，就这位上吊这位。哎嗨，他手里不是有那个鞭杆的香吗？嗯，鞭杆的香烧了一宿没多长了，嗯嗯，也就这个一拃来长。哦，这位以为嘿，一刮风还晃呢，以为谁在这儿抽烟呢。嗨，过去就要借这火，误会了，抽烟借火的人咱都能理解。嗯，他奔着火去，嗯，把这烟点着了再道一句谢谢啊，基本都这习惯，这位也不例外。嗯，过去以后睁瞪眼，哼，去吧。哎呦，说来说来啊，没想到这有人抽烟，借您这火试试。嗯，啪，就给拔下来。是，
拔下来凑近，他也看出来这不是烟啊，是香。对呀、啊，自己还纳闷儿，嚯，大哥你真有意思，你半夜抽香，我没个。哎得嘞，甭管抽什么，就我抽来，我再点这会儿。哎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还美呢。啊，着了。哎呀哈，看见了，一看这哪是这哪，这不上吊的吗？这吗？对呀。他这嗷一声，好家伙，这烟扔了啊，这鞭杆子香就攥手里了、哦。他拿手里了。但是这人害怕到一定程度啊，他跑不了了，哦，只能一步一步的走。好，其实啊。他要没有这一声，哎呦，他踏踏实实走了。是啊，倒霉这一声了，这怎么了？这把这赵大胆儿给喊醒了。哦，他这赵大胆儿，谁喊一声？不，谁喊一声？一扭头，就这大哥借火，这大哥啊，攥这鞭杆子香啊，一步一步。哎呦哈，这大哥正走着呢，正走着呢啊，给赵大胆气化了。赵大胆，哥们儿哪儿去啊？哎，好。啊，他以为上吊这位下来了呢，你知道吧、哎？干嘛呀？咱昨晚咱不说好，你走，你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你这你走了，你明天人验尸官来验谁？验我呀？不是人话啊！你这太不像话了，好家伙，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哪有感情啊？你这不行啊！你这你走到哪儿，我再给你逮回来呀！嚯，你说他直接逮还好，他把他那个木头底的拖鞋穿上了，穿上以后一跑，踢儿他。前面这位借火这大哥更害怕，妈呀，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全赶一块儿，那更害怕了。嗯，你说他本来害怕，走的就慢，这大哥赵大胆三步并作两步，就赶上他了。这手啪一下往他肩膀上一搭，这位特别配合，他是哎呦嚯，直接抽过去了，你们吓晕了就。他这手动了一宿，冰凉棒硬。是，这赵大胆真有劲儿，他一直过去以后，赵大胆一横。把这个人就给拎回来，好，拎回来跟人聊天了。哎呦，还聊你哪的事儿你啊？哎呦，我都说了你不能瞎跑，你瞎跑你跑到哪儿我得给你挂回去。你真的是，哟，这还有一个呢，别说了就。